点的旅游通大哥岛。我觉得路妹妹要吵架，差零点一公分，同事也知道，觉得怎么买那么少，对不对？怎么往找？还可以找，同时找。先换给我帮你啊，帮你装啊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公爵妹妹，我手上有草虾，我手上有一份草虾，是三只，准备很早。喜新的、推迟的、太太的。老板，这个嘞？刘小姐的。哎，这个嘞，怎么买的？这个买500哦。看一下今天有什么？今天有草虾、香鱼，来，请右侧。黄鱼。鱼在哪里？鲈鱼。昂沙。码头。这是 OK 吗？北青。这个是今天有石斑。解决啦。姜，卵丝，今天有蚵仔，今天有蚵仔，蚵仔出现了。昨天没有吗？对，我第四五。没有，昨天没有。哎，几只是八号。等你下班来找我，我想一下，这礼拜三四五他老爸没有开，所以拜五我也不会去。你下班不是很晚吗？我们是早。你下班是几点啊？一清早，一清的脸我还没想起。他有来过，但是一清的脸还没过去。通通砸。我有砸呀，你可不砸一下来塞。好，100块。来，走啊！就你找。两只就好了吗？再两招就。两招都找。你那几个找？可乐果。对啊，他老爸那个排骨，他老爸的排骨拉伤了，所以他三四五天没办法，不能找。看到前面也是大红鱼。真空包装的鸡腿，你是不是上次来专门扫鸡腿那位？我记得有一次来，他就是把那个鸡的部分全部扫了。你还比这碗还要肥。你好，姐。那雷公早。
300、500、500加200、700。哦，那我有印象。跟便当一样的没？会加三百。那我问一下哦。8只300。今天你看我真空包装的鸡腿。啊？真空包装的鸡腿。真空包装的鸡腿，你知道不？没有。啊，今天还有什么鸡腿不？无啊。有一个专门来买鸡腿。有一个专门买鸡腿，你记得吗？有一个女生上次来就把鸡腿全扫了。你忘记了对不对？我还记得。我猜测。就是你如果有你有记得有一个就来全部买鸡腿，就一直买鸡腿，把鸡腿全部买了就是他了。饿了啊？应该是吧。饿了，跟他们泡菜吃耶。哦，是你哦，你是常常来那一位对不对？高高的长头发，拿着一台赛车，那一位对不对？他这个他肉很细哈，如果你要煎，如果加牛粉，要沾一下粉，再去煎比较好煎。哦，原来这就是你的名字哦，比较会的。佩姐，等一下，我刚才刚扫完了。龙王怎么了？他拉伤。你有病谁的？啊？你有去医生吗？不知道。这有直播啊？他有直播啊。你有看到是不是？你也常来，没关系，今天会来，我要把你记住。飞机呀，怎么接沙发了？接沙发呀。接沙发好了没有？拿去吧。拿过来走。不打。打疫苗了，打疫苗，我也打疫苗了哈。好，佩姐，我来看桌面哈。烤虾、香鱼、鲈鱼、黄鱼、北秋 ，OK， 码头。然后花枝、卵枝，哎，今天有红条哦，今天有红条哦，红条哦，今天有红条，这边这一盘石斑有红条，然后泰国虾、金龙、龙虾、鳗鱼、加州鲈什么？那你在那边？准备几把？秋刀，跟我秋刀，没有。好啊，就是没有了。花枝，他没有拿。说，花枝就是小枝的。这哪一个？这，对啊，那你要这个吗？这个不是花枝啊。对，这偷偷。等他拿，偷偷怎么卖？那鹅啊，鹅啊，鹅啊，鹅啊。偷偷怎么卖？一份五八。对啊，一份五八。五份。这么大只应该是五只。哇。哦，他拿六只。你套起我那边。五八。那就。五八，我再给你一个价。没有。3200。那太多了。我要1000块。你要1000啊？哎，啊，给你加我好不好？我看一下。我要看一下。可以，可以。怎么了？不是，你放这。这不是啊，这不是。你再拿个大袋子就好了。
袋子。阿弟，你也要？你是环保人士，你给他。我给他。他没有。已经拿了，已经拿了。可以交一下了。你要不要钱啊？你不钱，你不拿钱，我就收起来了。有啊，可以给你三百，一包。啊，这个一包。再给你钞票吧。一百块。去看我好了。小龙虾，汤饺那个价格我不知道，那个不便宜哦。那个我现在，我问他，他也不会跟我讲，因为只有那两条的话，他回家应该很难。还有贵价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国家国家吧，对。150啦。啊？150啦。他说不是300。鲑鱼用刀，那个安表，我现在价钱应该问不到，他应该不会跟我讲，我问问看啦。你安表今日一只要卖偌济？1000啊！1000啊！来，老王啊！哦，搁一个，黑鳞搁一个，无啊呀！等于正着。大象。好。你要一份，等一下我要看一下你要写什么，确定一下。你应该就目前只有写金融，对不对？罗啊，两杯。罗啊，罗啊啦。罗啊。鲔鱼肠，我看一下。你今天搞鲔鱼肠？有。今天没有鲔鱼肠。鱼胡椒。小胡椒。好，你要一份金融。金龙它一份要怎么卖啊？500吗？我帮你留500好不好？金龙爱寻找结婚500，在不？一对汤的话。我先卖给你500喽。高布啊，高布吗？这么大只哦。
你们自己的羊肉卤有吗？今天没有。没有拿、啊。被他卖光了。被他拿光，被你被爸拿光。又要等他出了。卖六日。那个他说卖光了，所以要等礼拜六才有办法再做出来，所以今天没有羊肉卤。他说被他老被他爸爸拿去卖光了。小军早。高富多呀。有。和你早，小班早。现在高富多要多少钱啊？三百。没问题啊。鳕鱼哦，但现在就拿了鳕、啊、鱼，他现在拿的就是鳕鱼。礼拜六会有公主鸡吗？应该是叫他拿好了，不必找。刚才那个是高布车。你愿意找？你要公主鸡哦。中心市场物主机，我跟帮你讲了，礼拜六尽量拿乌骨鸡啊，我叫他尽量拿，那只不过现在大家在附近拿得到。这样呗，你再比下几块钱吧，五个多少？对了，买三百，我给你包一百块。我可以买两百。不行，最少三百。最少三百。三百。三百。没有算值在抓重量。这细得我八。就可乐果不能快点洗不来。如果不能拜过要找你爸爸，啊，你爸爸休困。好，今两位。今麦来拢买来哦，连等我快我阁卖得。可乐果我听到哦，你再不来他就要卖你贵一点了。怎么样子啊？有没有选择？我是卖两袋啦。